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。今年二月底的二七事件发生之后，肖战就开启了沉默模式，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公开露面和发声。而这段时间，一些抵制力量也趁机制造对肖战不利的言论，预言他壁虎，甚至还有人称肖战得了抑郁症。不过很多谣言没多久就被澄清了。不过粉丝们对肖战所发的梅花图始终未解其含义，要知真正答案还得由肖战本人揭晓。4月13日凌晨，肖战工作室终于放出谜底，肖战翻唱的新歌《红梅赞》悄然上线，以正能量的姿态强势复工。《红梅赞》是一首红色经典，其歌词奋发向上，相当鼓舞人。更巧的是，江姐当年的英勇事迹正是发生在重庆，因此由重庆籍的肖战来演唱简直再合适不过。在某平台上线一小时的播放量就破了300万，分享量超过20万，直接斩获亚洲新歌榜内地榜第一，可见肖战的人气依旧。